接下期闺蜜风格互换挑战，这是我的院种闺蜜，平时穿衣风格是美式辣妹风，基本没有彩色的衣。这是我，除了拍摄需要，大部分穿搭都是这种奶油韩系风。今天挑战，咱们要把我把大的，什么挑战？直接去店里选，要是对方穿着好看，就立马下单，但是不准看价格。哈，可不可以？拜拜。哈哈，走走走。我同意了吗？这家京东新百货扣杀店520正式开业，450平超大购物空间和近30个官方授权国际一线品牌，从服装配饰到美妆奢侈品都很值得逛一逛，马上就会成为下一个潮人聚集地了。这个宝宝好可爱，一看就是我的菜。是你的菜吗？好乖哟、哦，熊爸爸。你看这一排啊，这种就很适合你啊。你看人家模特大哥，甜美。你好生学行家，你想啥不？这个我是比较拒绝的。现在加入京东新百货扣杀会员，还能领取京东大礼包一份，满3000减300，满6000减800，还有机会获得雅诗兰黛套装哦。刚才拿了2条这个裙子，不错，布灵布灵的，还有这种超抛手，我想必他一定会很喜欢吧。这个女的竟然在给我看男装，完事儿，大家来打个分吧。真的，现在就是写着你的名字，埋了吧。咱来给你们战四以哈恶底，这感觉还不错。很会换哎。你看他这个不自在的样子。哎呀，拿下嘛，这件真的很适合你啊，我穿的这么好。等一下，吃饭不方便了。咽不下去了。哎呀，没有关系，你打开京东 APP 搜索扣杀官方旗舰店，那它有线上下单、门店发货、门店自取等便捷功能，都很贴心。那、你给我买了吗？记得关注我啊。